知佢破大嘅，好多嘢咧。如果之後冇得即係難申請嘅話，咁到時就冇嘢玩嘅咯，冇嘢睇。即係同我真係冇得試過。你打多，但係佢又點名話佢要我幾點，我又俾你係咯，入面又唔俾佢嘅，都係剩下個月份我啲區區入邊嘅。我就冇所謂嘅，我怕冇即係同出邊嘅朋友。應該要申請過吧，應該要唔知申過底啦，準備過底啦。問你可以問下我，睇下打邊招打俾個福利官問下，問下究竟係點安排。即係如果今個月申請咗，但係冇用到，咁下個月今日再申請。如果可以唔使申請啊，咁我三月先